那侠要什么装备呀？羊刀、巨杀、水银，可以啊。水银有了。别担心，刚宗，我会留点给你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羊刀水银来大棒，好，巨杀有了。别担心，刚宗，我会留点给你。六叶龙，这个阵容挺贵呀，四张四费卡。先无尽，无尽是个粑粑，无尽，我跟你说，可千万别拿无尽，无尽可太垃圾。那侠不看无尽，奇迹永无终止。哎，我怎么把炮给卖了？我就卖鱿鱼，伤敌了。三冒险，我决定直接合了，不墨迹，你也升级了，升级就算了，你还升个五，你说是？你很急吗？那肯定很急呀，我不急我能合吗？这种需要运营连胜的阵容，有装备就得合呀。可以，升五级，喜欢升是吧？喜欢升级喽，升啊！咋不升了呢？升，使劲升啊！使劲升！你给我使劲升！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个活体锻造炉也太牛逼了啊！这活体锻造炉也太超模了。十回合，那也能给俩呀。飘到一张腰子，
还有狂徒能打过不？感觉可以，我有巨杀呀，我这巨杀合的怎么样？他没伤害，整个破碗豪子我还有巨杀，把狗熊一杀我还有个巨杀，三打一四打一，哎随便打，可以。这把应该前二肯定是有了啊，给大家结个账，开个预言。下波给个塞纳，这就结了，还没结呢啊！这轮我就拿个魔抗了，我估计是没人要，魔抗肯定是没人要。看什么？正好我合个水银，下波给我爆个大腕或者是攻速，我装备就齐了，我不需要选秀的拿了。两星齐亚纳先用着，然后这板豪升级得八块钱，怒翼神龙差两，我先用了。乌鸦拿了，乌鸦拿了，应该换碗豪哈，应该换的。下边给我蹦高温，我就把鱿鱼换了。塞纳不来呀，还行，打的这个人我感觉不算太狠，有机会能打过，打过他我们现在就很顺了啊，只要能把他打赢了我们就是很顺的。三打二能打赢，相当顺了，兄弟们。我们解决了这个，此时此刻，相当顺了。下轮我即使输了也没有关系，输也没事儿。这是要玩啥呀？拼多多呀？给人给了，给钱了吧？态度给钱。破译永不停歇。日炎可以给。前排是谁来着？两风暴，
可以给日野鱿鱼先拿着。给我塞纳升个二啊！小巨人来一个，感觉可以。小巨人来一个，我都没掉血，正好小巨人。你这么顺，要啥小巨人？那也可以要小巨人呢。上个飞机看看，这轮我要不生人口，还真就不一定能打过来。这人海克斯跟我一模一样，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我正在追尾。这张奥恩怎么样？给我来个侠，也该连跪了吧，猴哥，没开始呢，没到时间呢。我现在需要一个大棒或者是攻速。六打一。兄弟们，六个人打一个人，战斗即刻开始。我操，大棒侠，这个能给我不？这个能给我不？啊？这里边全是大棒加攻速啊！这么多大棒加攻速，我就不信我一个都拿不着。这个大棒侠居然没人要啊！嗯，这大棒侠没人要吗？那好吧，那我只能要大棒。你都有羊刀了，你还要大棒干啥呀？你拿钱拍砖，你会玩不啊？我就发现你们这些人除了抄就是抄，根本就不会玩，只会抄阵容是吗？是不是？就知道偷。哎，这令人生气。
塞纳装备给飞机，我就想让飞塞纳升个二能行不？飞机没有怒翼龙啊。不是吧，这要满血刺激了吗？这是这小子全地了都没打过我，难道要速决吧，这家稍微厉害点，打这家的话腰子可以沉底，腰子沉底战吧，万一碰上他了呢，我也不损失啥，打这个应该是随便打，飞机我不要了，我觉得飞机反正也升不上去，拉倒吧。三怒翼是人马腰着加上侠，我操，我有点后悔卖飞机了，直接提速不墨迹，飞机给我先打开，装满地狱的枪膛，离子不合了，没有合的东西，要博言大怒不？那个阵容，那个阵容需要博言大怒不？要我就来一个，我感觉行，可以提点伤害呀，刷呀，没啥好刷的，没有要的东西，要刷那就刷并肩作战，我不的，我不地，我地我就上当了。我才不地，地我就上当了，地了我们直接上当，兄弟们，不地，拉人口上酒。
来个羊刀，完美。齐亚娜留一张，一会儿魔抗扔了。腰子可以升三，来的话就可以伤。还不低，升九地吧，升九地完事拉十。升九有两星亚索可以挂，五打一，这不打死他？空的。攻速有没有不重要，我们可以要奥恩的装备，要前排装，要亚索也可以，这亚索有了可以上蓝 buff。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龙爪也行，哎呦我操，腰带大半，腰带大半，腰带亚索来，给亚索找个蓝，冒着亚索，亚索能换哪？直接冒着吧，我这看戏你都打不过呀。亚索戴帽子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，这里边所有英雄都能戴帽子。我齐亚娜扔一张吧，不想要了，我给他换一张，可以拉十，不拉十了，那什么，那密宝龙出来我就开地了，把质量提一提。嗯，好，先提提质量，不急。最好给个攻速，给个蓝，给个攻速，给个蓝，拿走，不墨迹，兄弟们，攻速羊刀肯定是有了，正义可以给，圣杯铸一个就完事儿了，黄符，夜印。海地两星亚索有没有？可以侠换，我总能找到破，我将扑灭真正的烈火。
密宝龙没结束呢是吧？没事儿，看我的吧。我们容易过载，让他们一回合的钱。奶奶的，我给忘了。没事，让他们一回合的钱又能怎么样？奶妈，不挂。蓝刀，一张匣升级。腰着他一张，一张匣。正好疯狂购物一波，提升一下质量，满血至今，兄弟们。这张牙锁留着，等三星。满血上来吗？是吗？没玩过呀。早说呀！速战速决吧。我就想要一张两星侠，有没有？攒钱，一星的用着玩了。上来嘛，直接解体对面。我不，我就不，我就这个阵容，我就不换啊，我就不。上一下手游。怎么退出来呀？他们也顶不到我上十了呀。他们这还能顶到我上十了吗？鬼叔不用，我有日莲。看见没，同行兄弟们啊，同行一枚。锁子哥给我杀，透里坏了，掉血了，哎呀，掉血了，
坏了坏了，掉血了，兄弟们，这小子居然把我血给我掉了，满血吃鸡儿，失败了。啊，失败了。让你不上来吗？哎，我的还不行吗？我的。他在找三星派策吗？我地吧得了。卡他派克呀，他整不出来啊，他能整出来，那我卡一个。让他遗憾而终。嗯，他比我想象中你要有趣一些。吐一个。吐了得了。让他们排成一列。让他们下跪。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这侠算是没有了啊！这侠这英雄挺奇怪的。哎呦我操！这小子几个来玩呀？没几个呀，他都是四个的。腰子卖了吧，下边腰子再不生就给他扔了。比我想象中你要有趣一些。他才四个。谁他吗？他也没几张啊。全卖了，你不来我可要来了，你再不来我可要来了，你要没有的话先把他给送走。现在就可以吃。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情况不妙，这就是我的处理方式。就一点。我让你一把来，我让你一把，我让你一把，你玩，你玩一把。我让你一把，反正他也打不过我，我找一个，我让他一把。全卖了，我不用全卖，我让他一把。我有这老些血呢，我不着急，我卖，我让他一把。哎，我不用说哈，我就让他一把就完事，下波还有选秀呢，你不着急。哎呦我操，我这牙锁也太狠了。拿个贵的，拿一个，拿个这个。我差一点儿，哎，
燕叶兄弟啊。来啦，谢谢兄弟。快跑，全卖了，我不，我要直接，哎，我不全卖。给我吹了，没用，这玩意儿这盾就是无敌。哈塞，哈萨给，哼，哎，拿下。拿下。